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.我的朋友喜欢狗。我的朋友喜欢狗。我们都喜欢猫。 我们都喜欢猫。我们都喜欢猫。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都喜欢狗。 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都喜欢狗。老师喜欢小狗。老师喜欢小狗。 老师喜欢小狗。学生喜欢大狗。学生喜欢大狗。学生喜欢大狗。 你喜欢学汉语吗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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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喜欢学汉语。 我很喜欢学汉语。你喜欢喝茶吗？你喜欢喝茶吗？ 你喜欢喝茶吗？我不喜欢喝茶。我不喜欢喝茶。我不喜欢喝茶。 请听，请听，请听。你会说汉语吗？ 你会说汉语吗？你会说汉语吗？我不会说汉语，你呢？
我不会说汉语，你呢？我不会说汉语，你呢？我学习汉语。我学习汉语。我学习汉语。你能不能写汉字？你能不能写汉字？你能不能写汉字？请你听我说汉语。请你听我说汉语。请你听我说汉语。在学校不能说话。在学校不能说话。在学校不能说话。我会说汉语。我会说汉语。我会说汉语。在法国不能说汉语。在法国不能说汉语。在法国不能说汉语。他是我的同学。他是我的同学。他是我的同学。我们是同学。我们是同学。我们是同学。你能看见我吗？你能看见我吗？你能看见我吗？我看不见。我看不见。我看不见。我能看见你。我能看见你。我能看见你。你看见我的老师了吗？
你看见我的老师了吗？你看见我的老师了吗？我看不见他。我看不见他。我看不见他。他做什么工作？他做什么工作？他做什么工作？他是一位医生。他是一位医生。他是一位医生。他在医院工作。他在医院工作。他在医院工作。你做什么工作？你做什么工作？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老师。我是老师。我是老师。我在学校工作。我在学校工作。我在学校工作。火车站在医院的后面。火车站在医院的后面。火车站在医院的后面。医院在火车站的前面。医院在火车站的前面。医院在火车站的前面。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，你呢？我在这儿，你呢？我在这儿，你呢？我在中国。
我在中国。我在中国。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你去了哪儿？你去了哪儿？你去了哪儿？我去了饭馆。我去了饭馆。我去了饭馆。我的猫在哪儿？我的猫在哪儿？我的猫在哪儿？你的猫在那儿。你的猫在那儿。你的猫在那儿。那是谁？那是谁？那是谁？那是我的老师。那是我的老师。那是我的老师。哪本书是我的？哪本书是我的？哪本书是我的？那本书是你的。那本书是你的。那本书是你的。这本书是你的。这本书是你的。这本书是你的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
我回家。我回家。我回家。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